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脉搏血氧饱和度仪 PC-60FW 的操作方法。清滑机器后盖，打开电池盖，确认正负极，减号为负极，加号为正极，装入电池，然后装好机器电池盖。电池拆卸也是同样方法。产品具有自动开关机功能，放入手指，血氧仪自动开机测量。该编号为蓝牙广播号，每台机器拥有唯一编号。血氧、脉率、蓝牙、声音提示。测量过程实时显示测量数据，测量结束显示节律测量结果。下面是机器的菜单设置，在使用状态下长按按钮进入菜单设置。血氧、脉率最高值，脉率最低值，测量模式，声音退出。产品具有点测和连测的功能，点测每次测量30秒，测量结束给出提示，连测适合连续不间断测量。最后是我们的数据存储功能，在机器不使用的状态下长按按钮进入存储界面，里面可以存储12组测量数据， M1 表示最新一组测量数据，最后等待几秒回到待机状态重新进入测量。防摔防水键拥有连接蓝牙小程序和 APP 功能，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乐普血氧仪，您口袋里的健康管家。